台哥们是说，我们这一群最该离开演艺圈的是谁？他就说，就三叔嘛。可是上次台哥跟我说是易翔哎，是没有，是我跟你讲，三叔是最早会离开人世间。因为他已经没有任何才艺了，他所有的才艺都是 Kobe 的。除了杀蛇以外，你还会什么？你会不会唱歌？不会。你会不会跳舞？不会。你会不会变魔术？不会。你高吗？没有。你帅吗？没有。你丑啊你！够了！什么？我不会才艺？我跟你讲，杀蛇就是一个才艺。杀蛇是才艺。问现场你们有人会杀蛇吗？我讲，等下出兵我台湾出斗抓，台湾跑斗抓。放心，千万不要把阿扎。能这样搞，连敢割水。小心弄，因为他心脏不好，可能一开始就会很大。医生，哎，你在那边看那个指数，照不出，赶快吃点事。我们那边赶快报停机，我们那边有 AED 是第二心脏，我们大家就赶快走，好，不然会留下来当关系人了。好，我们拍下片 OK 的。OK， 好。但是医生，你摸我这耳垂是不是很有福相啊？他是算命的，是吧？来，杨镇长，讲出三猪在你内心中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我觉得他也是我们谐星的一个教材，就是谐星这个东西，其实你是可以靠努力跟或者是后天的东西加强去练习笑话或表演的方式，不能够只靠丑。就是你仗着自己喜欢吃，喜欢这样吃喝拉撒懒惰，然后就说自己跟谐星是搭在一起，这个我觉得也没办法接受。我之所以还在谐星界努力，我就证明说，谐星你只要努力，还是可以有帅哥。是哦，有大家一起加油。是在看屌他还是夸奖自己？我请问一下，医师他对于这一段他有反应吗？第一段的反应是心跳119。哎呦，有点高了吧？有点高了吧？就是丑，就说他丑。你说我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我真的瘦下来轮廓是很好看的。真的？你有瘦过吗？你以前还有瘦过吗？70公斤，人家都说那轮廓看起来像曹格啊，就是那个，就是。你说你什么？你瘦下来？瘦下来那个轮廓是真的很好看，大家看我侧面。是法医跟你讲的。没有，你看我鼻子其实很漂亮，然后整个轮廓是好看的。好，没关系，没关系。我瘦下来应该会很像张立东。很多人跟他说我来呀，我是觉得啊，以他的表演状况跟身体状况，应该好好回老家休息就好，就是不要在这边苟延残喘。他在封神他们的那个节目里面，在以前台哥他们都还在的时期，他是从编剧被骂到是演员，继续在骂，说你可不可以不要来演的那种。然后已经告诉他不好笑，他说没有，我很好笑。然后上去挂掉了，再来说啊，我挂掉，很好笑。他一直觉得他很好笑，催眠自己，催眠自己，说他催眠说他自己很瘦起来会帅的意思是一样。就看，所以那整个演戏就不好笑。所以台哥们就说，我们这一群最该离开演艺圈的是谁？他就说就三叔嘛。可是上次台哥跟我说是易翔哎，没有，是没有。台哥跟你说易翔哦，但台哥跟你说是谁？但是我跟你讲，三叔是最早会离开人世间。对，谐星都不喜欢人家说他不好笑，刚刚说他不好笑有很大反应。还好哎，106，那看真的不好笑。那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努力过后的成果，应该有时候会好笑。有，偶有佳作，对，叶问好笑嘛。然后其实还有很多像比如说蔡英文的有几个段子，或者是以前还有什么蛋王哥，就是偶有佳作。对，有时候瞎猫遇上死耗子就会中。没关系，没关系。一想也要批评他是什么？我只给他一个字，脏。为什么呢？哎呦，人如其名，他就是一只猪。他不但外表很脏，就台哥呀，跟你表演无关吧？没有，我跟你讲，因为我认识他7、8年了，他就是这样子哦。你一进去他的房间，我吓一跳，房间整个乱到不行啊，衣服都没整理，全部堆床上，臭臭，然后卫生纸哦没有丢，乱丢，然后你不知道卫生纸里面包的是什么，恐怖啊！没有摸过，黄色的，对，感觉又放很
久了，感觉是刚用完的卫生纸放在窗台。那时候感冒流鼻涕。我懂，我懂，没关系，没关系。那一段又创新高了。哪一个？就是说他很脏。流鼻涕。心跳121下。哎呦，多两下。哇塞！那天我刚好准备两个表演，其实我已经快分身乏术。可是他们那天，他们就只表演一段哦。大哥也是表演两个，然后可是那天表演完我就并没有很好。然后我自己已经很沮丧了，然后可是卡古他们那一组表演是真的不错，然后我给他赞许嘛，可是他就反过来跑过来，就是我就觉得一般人给我建议我是可以接受，有点得会觉得有点得意忘形，有点得了便宜又卖乖那种，对不对？然后我自己表演不好，我当然卡古就这样人啊。其实没有啦，我只是想表达，你看又认真讲，想表达我的，他又认真讲，卡古你可不可以接受？我觉得开玩笑很有道理耶，对对对，很有道理。不是，我想卡古这个人，他是分不清楚我们是开玩笑还是讲真的。对，你们同辈不能弄他，弄他要告你们。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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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都骂他这些，我都骂他热色。好了，第一组以上就是刚刚就讲到脏，是我在这我有一个这一条那么高，这个是脏，那是脏的关系吗？对对对对。没有，那好像脏跟丑，那好像是卡古在讲的时候，丑跟脏，脏跟丑你受不了。哎，对对对，对不对？没关系，不要看他，他女朋友都很漂亮，是，对，而且都未成年。啊，没有，我真的就聊一个，这一招比较狠。好，来，请坐。大根这个人真的是假好心哦，哎呦，就是严重哦。有一次呢，他问我说：“哎，张助，你那个3月17号那天有没有空？”我说：“哦，那天我看人家行事历，目前是没事。”我说：“怎么？”他说：“你行事历哪一天有事啊？”其实还是多少有点，写点工作的复诊啊。那都一天就好了。然后我就问说他要干嘛？他说他那天刚好有一个要拍 MV， 然后刚好有事卡到，他没办法去一个外景。然后他就说要请我去代班这样子。我说可是那个节目我上次表现不怎么好，他们还会再发。他说没关系啦，就是因为这样才要找你去啊，因为他怕如果找别人去。哦，他就不能那个关注的位置就不见了，然后找我去，哦，他是相对比较放心。演艺圈常有这种事情，就代班带着带着就变成哦，对，他就怕别人会抢走他的位置。那你觉得在场谁最丑？这没关系，大家是自己人嘛。我可不可以不要夹着这个说？不可以，不可以。好好讲啊，谁最丑？对，看屁哦！犹疑，眼神犹疑，好在乎。好来，攻守。因为他已经没有任何才艺，他所有的才艺都是 Kobe 的，别人的。除了杀蛇以外，你还会什么？你会不会唱歌？不会。你会不会跳舞？不会。你会不会变魔术？不会。你高吗？没有。你帅吗？没有。你丑啊你！够了。就是一个才杀蛇，杀蛇来！现场你们有人会杀蛇吗？我讲等下出兵我台湾出斗蛇，台湾我斗蛇。放心，千万不要爸爸阿扎，能变魔天刚刚睡。我是工作爸爸，刚睡。